又梦到草莓了，我又想吃草莓了。走啊走啊，去吃草莓呀、啊！现在吗？可是外面好像好冷的样子哦。穿滑雪服啊？你意思说穿滑雪服出去玩吗？对啊对啊对啊。嗯，好像主意还不错哎，走吧。来来来，我们来找一辆赛车。做梦开着法拉利到了。带让我带了这个，不是带了这个时候就不用戴口罩，但是之前吃的时候也是没有戴口罩，但可能现在因为日本疫情比较严重嘛。本来我今天预约的是那个白色草莓，但是那边我的时间来不及了，所以我就临时改了之前我去过的一家。现在我们正在排队给我们放上的客人后来骑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等下进到门店。虽然我每次都不会吃这个面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本身的草莓已经够甜了。好，隔离，站个两米远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すいません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本日か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社长，这说明长的，我都要睡觉啦。B が丸々美味しいね。C が丸々甘乙女になってます。で、三頭ぐるぐる回っちゃって大丈夫なんですけど。好吧，我睡醒了。はいはい、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すみません。干嘛认真的写上时间？人家又不是说只会吃三十分钟，我每次都是吃上40到50分钟才出来。好几个龙源的啦。今天人还蛮多的，之前来的话只是我一个人。等啥子嘞？摘起来呀！这是我摘的，超级超级大。右手戴这个手套，摘了之后。用左手没有戴手套的吃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比如说你想去摘一个草莓的话，啊，你摘了然后不想吃它啊，觉得太小了或者不够红，然后你就放开它，然后再去摘别的话，这样就不会病毒传染。摘了这些过来，在这边慢慢吃，超级大个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特大的，特的，真的超级甜，而且上次。嗨。那老爷子说，妹子，你要是觉得太热的话，你可以出去吃。我本身是个怕冷的体质，所以我不喜欢吃太冰的水果，这样在这个很暖和的这个 house 里面，我这个水果就变得特别温暖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 house 用中文怎么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叫大棚，塑料大棚。草莓花，现在我们去另外一个就是这边，它这两边都可以的。他说两边是可以随便自己随便进的，反正就是30分钟嘛。后知后觉，我发现我拍的时候咋那么做作呢？这种都不知道为什么，比较小。这边这个农园里面好像都被之前的那客人给摘完了，没有那么大。总共是有三个农园可以去的，现在去到第三个农园了。这女的就喜欢吃大的草莓，而且还是越大越好。妹子右边。三个龙眼草莓是橙色的，给你们看一下是这样子的，看过去好像是有点食欲哈。橙色，一点食欲都没有。这边好像也没有多少，第一个去的那个龙眼就是最多的，这边都是比较小，都是比较小的。哎呀，这种品种还不一样，还有点酸呢。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装逼时间开始。装逼时间完毕，这个吃完准备走了，30分钟也到了，这么多，比我的脸还大，哪有你脸大呀？我们摘了这些，现在你看这个有多大。我刚才已经把我朋友他们都灌饱了，现在这些全都是我的。装逼第二波。其实我的肚子已经不允许我再往里面塞了，但是我一想到一会儿这些草莓全都会变成水，嗯。
我这朋友很关心我是怎么修视频的。吃完了，等着我去厕所穿个尿不湿出来。有了尿不湿，走到哪里都不怕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吃大的草莓，来跟我的小蓝合一张影吧。因为这里离一个海滩特别近，所以想顺便过去看看。开车走啦！我现在到海边了，今天风好像特别大。滑雪服跟海边超配。他跟我说的是两岁还是三岁来着，完全听不到。你问我年龄干啥？我又不会嫁给你。长得那么丑，问个毛啊！这个看脸的世界，哎。台风中看夕阳，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有人被我的美色给迷倒了。天，太久没见到男人了。すいません。我見に来たんだけど。左左。左左。老头是被刚刚净身出户的吗？委屈啊我。最后因为我朋友怕冷，然后呢怕被那个大风给吹跑了，所以我们没有去到那个沙滩，然后就回家了。为了弥补沙滩之行，今天来吃这个鳗鱼。这家鳗鱼店是我一直都想来，但是一直都还没来的鳗鱼店，因为它离我家太近了。等等，让我先研究一下菜单。点了一条半。在扯西南风。朋友说她跟老公吵架了，那不得更要出去玩了吗？还要给她机会啊，就得把她晾在家里几天，才能让她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后悔。西北风都扯了30分钟了，这要再不来就得扯南北风了。看，说吵吵吵吵就到。妹子干啥？鳗鱼跟草莓哪个好吃啊？啥玩意儿？你确定你没有漏了男人这一选项？给我来个勺子吧。你好，尊贵的小姐，是你要的勺子。哦，我居然忘记放花椒粉了。日本吃鳗鱼饭的时候有放花椒粉的习惯，毕竟是脂肪很多的鱼嘛，可以让它吃起来不那么腻。但主要是，这花椒粉一点也不麻呀。不过日本人觉得麻就行了。吃完了，吃完了。我记得我以前总是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，但是现在我想反过来。这个是鳗鱼的肝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我吃鳗鱼饭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很爱喝它这个肝的这个汤，虽然只有那么一丁点儿，还不够我塞牙缝。接下来尝一下他们家的秘制甜点 lemon 加蜂蜜，不用花10000日元去他们家了，来我家吧，我能给你做一锅。完了，酸得我老姜疼。はい、今日の動画終わりました。チャンネル登録忘れないでね。Okay, this initial video is finished, and don't forget to follow me. Okay, thanks, guys.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，关注一下我吧，下周还有更新。